请您欣赏相声《汾河湾》，表演者岳云鹏、郭德纲。谢谢您的掌声鼓励。哎，刚才这个节目叫做打灯谜。对，张德武张老师，嗯，刘源刘老师，两位合说的，二位给您说了一段。对，下去休息休息。嗯，这一场又把我们哥俩换上来了。你等一会儿，你等会儿。嗯，等会儿啊，不是说剃成这样就是哥们儿啊。怎么了？连辈儿都乱了。我们爷俩。哎，这位老师大家伙都熟悉，认识，姓郭，嗯，郭德纲，是我，非著名的相声演员。嗨，大家伙对您呢比较熟悉。嗯，平常啊您都是逗哏，站在桌子外头，站在这儿。嗯，今天呢您捧哏上里边来了，站在桌子里头。对，今天我给大伙说点他鲜为人知的故事。你们都听见什么了？平常啊都是他说人家，今天我说点他的事儿。我还有什么事儿？说实话，这位老师是一个很不错的人类。哎，很不错的人。吓我一跳啊！这些年呢，嗯，说相声，说好相声，挣了些钱啊，经常外边去卖，挣了些。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。说的我直冒冷汗啊！我出去卖什么去了？卖艺。我还以为卖艺呢。满意说相声嘛，这是别的手艺没有。哎，挣了些钱。嗯，买了大车了，买了大房子了。哎，跟这个于谦于老师楼上楼下这么住着，我们挨着。嗯，两家都请了保姆了。两家的保姆经常在一起啊说话聊天。嗯，因为也经常能够遇见，同行同业的，买菜遛狗啊，嗯，能够遇见，是在一起聊天。于老师的保姆先跟他的保姆说话了。嗯，大姐大姐，你知道我每天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吗？啊，是太太，是太太。这说明什么意思呢？嗯，于谦于老师的夫人常被嫖小姐呢，这事儿比较多。什么话呀？这都叫，这都是人话呀？这个啊？怎么了？这听着都牙碜的慌，这个。就我们，嗯，嫖婶儿。哎呀，也不会找。嗯，事儿多。嗯，经常啊吩咐人干这个，嗯，要求人家干那个，人家只能说是太太，是太太啊，是太太。哎，他的保姆也说了，说什么？你那算什么呀？嗯，你知道我每天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吗？什么？不，先生。不，先生，去玩去。胡说八道。怎么还怒了呢？没怎么说过这个。嗯。你师娘见天跟家待着。没有机会。嗯，郭老师说实话，嗯，这 是一个很不错的人。你捧了。这些年我跟他学了不少知识。客气了。站在台上给大伙说相声。嗯，其实啊我的本门不是说相声。你等会儿吧，来这么些年你潜伏，你这是啊一直隐藏着的。你不是说相声的？当然了，有很多东西我都比你强。你这是吃了什么脏东西了？怎么了？我没明白，你除了说相声你还能干什么呀？多了。譬如？唱戏。不，先生。我又没有对你这个我不老相信的。嗯，不是很相信。我唱戏唱得好极了。真的呀？比你强。我，你瞧这哪说理去啊？真的比你强。这年头管孩子多难呢。一不留神就超过了我啊。弄死我。嗯，比你强多了。好好好。哎，知道什么戏比你强吗？那我们得问清楚。像什么京剧啊国粹啊，这我们都不来。哦，知道吗？国粹我们不来。哦，我们啊来的比较好的。那谁催你呢？什么叫催我呀？啊，姓郭的不催谁催呢？姓王的催呗。啊，哦，那就你师娘急了呗。国粹我们都不来。啊，京剧不唱。嗯，我们唱的比较好的什么？河北梆子。河北省的地方戏曲。嗯，知道我在哪唱吗？在哪里？山东。你应该上越南啊。我上越南干什么呀？这河北梆子写出来是河北省的地方戏曲。嗯，上山东唱这不挨着呀？山东人也听河北梆子呀。
山东离河北比较近，那倒是有这可能。嗯嗯，山东枣庄河北梆子豫剧团。你等会儿吧，你这越说越不像人话了。怎么了又？倒是豫剧，倒是河北梆子呀，都唱啊，这俩团并在一块儿了啊。呵，你们这行太不景气了啊。好约演出啊。好、哦、这是一个剧团。是是 是, 是。哎，我唱主要是唱河北梆子。嗯，河北梆子。嗯，对，我可能这个艺名不太熟悉。哦，你还有艺名呢？当然了，岳云鹏不就是艺名吗？不是。你好好说话，我们尽量用国语交谈。哦，说的就是国语啊。提起啊，提起我的艺名来啊，说一说吧。先给你提另外一个人。哪一位？天津有一位银达子，听说过否？那可是前辈了。嗯，他叫银达子。哦，您叫铁达子。下雨别出去长锈。那没事，那是我的师哥。银达子活到现在够100岁了，是你的师哥呀？啊，其实我的年龄一直在隐藏着。对，84岁了。哦，正是坎儿上。嗯，各位还来着了啊，比你岁数还大呢。真的呀？那是啊。那您显得可够嫩的啊。太嫩了，我都想给你点钱了。嗯，不要。嗯，对，要了就是性质问题了。通常给钱后边就比较麻烦的事儿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说点正经的吧。 啊确实啊。银达子那是我的师哥。哦，我叫铁达子。铁达子唱戏，生旦净末丑，神仙老虎狗，擦桌子扫地，替师娘喂孩子，这我都行。你不光隐藏了年龄，你还隐藏了性别。哎，那今天是个好机会，什么都行，同着大伙儿喂个孩子看看吧。您把我师娘叫来吧。那还用你干嘛呀？替师娘喂孩子，这都行，真的都可以啊，都可以。生旦净末丑，神仙老虎狗。嗯，我主要唱的最好的旦角。什么旦角？谁呀？我。你要死啊，你这是？你从上到下，你除了长得像个蛋，你还能唱个蛋？哎，这位同志，你都改同志了，会说话吗？我说的怎么了？这个什么叫长得像个蛋？咱俩不一样啊。风格有差异，你那是模仿，我这是原装的。纯蛋。这么说你是唱旦角的？旦角，妩媚吗？你看，见过我唱戏？哦，这是你的观众？那是啊。你就一个观众？多着呢。哦，比较妩媚，旦角。嗯，你怎么样啊？我们倒是说相声都得学。我听说过你也会唱戏。学过，但是一点皮毛而已。那没关系。嗯，哪天吧，哪天上我们家。别上我们家，我搞搞你。不呦，就不给您添麻烦了啊。啊，你那意思改天要给我们大伙儿展示一下您的艺术？对呀。别哪天了。怎么了？你都84了。嗯，不定哪天就完了。选日子不如创日子。怎么样？今天就挺好。今天在这儿给大伙儿唱出戏，你看怎么样？唱一回。嗯，不好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跟我配的人没有来呀。你非得等28月吗？脑冒来了是不是？不，什么叫配的人呢？跟我配戏的人没有来。他们都已经被捕了。就我个个儿，我怎么唱啊？好字眼儿，还个个儿。您要是能看得过去的话，那今天我傍您一出怎么样？咱们两只人唱一回。哎呀呀呀，两只零一个，你算两只。嗯，咱们俩人唱一回可以吗？你行吗？我主要是看铁达子嘛。你是唱什么的呀？我们说相声什么都得学。嗯，生旦净丑都得会，但是不是专业的。那行，关键是看你。行，好吗？行，咱们唱一出河北梆子。河北梆子，好极了。你挑戏吧。我说我挑戏啊，我专业呀。
我会一万多出了。恐怕你会不了这么些。我有药。你有病吧？你吃多少，我有多少。我有多少，你能吃多少吗？这有水。就预备吃药用的啊？这谁台上搁两杯水，这没影的是吗？别废话啊！你要死啊你啊！谢我是不是？谢你还没收费呢。嗯，行，差一点好吗？我会的戏你都不会呀、啊？哦，寡妇门前是非多，你听过吗？要有这个戏，河北梆子何愁不振兴？一个光棍看看寡妇也好，一个光棍激情的一宿，听过吗？哦，这是上下本儿，这你都没听过，所以说你挑戏吧，好吗？那寡妇要方便来回也行，啊？不方便，因为那是我演的。好吧，我们唱点传统剧目，好吧？好吧。嗯嗯，有一出河北梆子叫《白蛇传》。好好就唱这个了哈、啊、真会挑戏啊，你瞧瞧白蛇传，这是一条大长虫、嗯、这角说话真牙碜，一条大白蛇啊，行就来这个，我来白蛇怎么样，我旦角吗？啊，你来转我晕车，我在吐了，没关系啊，啊没关系，什么就没关系啊，不像人话，怎么呢？你这时候会不会？当然会了，白蛇传、啊、白娘子白贞素啊，哎呦喂，搁点大油吧，贞素受不了，不是贞素吗？贞素哪行去啊，素贞那不一样吗？那能一样吗？白素贞，你来谁？我来许仙呢。许仙姓许名仙字三多，要你来这个，我得知道这许仙长什么样了，就跟王宝强似的。你来许仙，我来许仙啊！不好不好，我来铁仙吧，我就不好。有这模样许仙吗？你这模都白娘子了，你别许仙了啊！你发孩儿，咱俩发小吧。你发孩儿，哎，我来小青，你追求我，哎，这。不像人话，这都知道吗？这不行、啊、这出戏看来您不清头啊，换一个吧，咱们来一出秦香莲怎么样？什么戏？秦香莲不会，这不会你那么兴奋干嘛呀，就仿佛要会似的，那管个蛋用啊。说话龌龊锅，就是你什么嘴呢？是龌龊锅啊，什么嘴啊，猥琐鱼龌龊锅啊，我们老两口子合适。整合摇醒啊，秦香莲怎么样？不行啊，那你来谁呀、啊、秦香莲我来包公也行啊，你那哪行，这模样这反正是挺黑的，但是什么话这叫没有合适的，再说我来秦香莲也没有那个你俩小孩啊，哦，是不是？我看张德武刘源还没走呢，不是刘源孙越一人来一个啊。换一个吧，再换一个，换一个，我可会的不多。嗯，我再说一个，如果说你要不唱，嗯，咱鞠躬下台，别捣乱，好吗？行啊，行，分河湾怎么样？什么戏？分河湾，鞠躬下台。哎，真不会啊？怎么了？你这个人很诚实啊。哼，什么戏？分河湾。分河湾呐？会不会啊？嗨，我以为分河湾呢。哦，我给说错了哈，我给说成分河湾了，我听成分河湾了，你说？哦，那咱们就来分河湾吧。行，来分河湾，好不好？啊，行，来吧。哪儿就来？你等大夫呢？是怎么着？唱戏吗？是唱，怎么唱法啊？你说呢？咱们得分分人物啊。还有人物呢？你以为这是风景画呢？嗨，我。那行，来吧，分吧。哎呀，宝贝儿，你晚上是没少吃，真的啊。来吧，分吧。这里边是两个人物，嗯，一个老生，一个旦角。我来旦角，你来老生，你行吗？身体？
老生够呛，偶尔还行。计划生育旅行 啊，是人话吗？怎么呢？唱戏的老生行当啊，带胡子的男人。哎呦，解释的真透彻。我来旦角啊。行，这个旦角叫柳迎春，也叫柳银环。柳银环可以吗？我来。你来这个啊。嗯，那我来这个薛仁贵。薛仁贵老生可以吗？柳银环和薛仁贵什么关系呢？哦，这是夫妻二人啊。啊，夫妻二人，两口子。我告诉你，姓郭的就这么一会儿，知道吗？唱完了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，甭拽着我上你们家去，我不去。你当真的了，孙子？可不唱戏吗？我往家弄一这个，他们又说我买藏獒了。别废话，咱就唱这个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极了。嗯，那咱坏了，坏了！你这怎么老不贴饽饽是怎么着？你这坏了，什么坏了？坏了，买新的。不是，您这儿剧场有帘吗？这干嘛呀？什么帘啊？咱唱的夫妻戏啊，不带睡觉的。龌龊锅吧。弱智月，哎呀，要亲命了！我今儿得死在这儿，我告诉你们，不是那个啊，哪个？不有帘儿吗？唱戏，呵，拉上了，又拉开了，那个帘儿。您跟阳台上唱惯了吧？还那个帘儿，大幕。对，大幕。我说大幕，怕你不懂。这种舞台，这属于是开放式的、古典式的，不是你说的俱乐部那个镜框式的舞台。嗯嗯，这个没有，没有。话又说回来了，搭桌子分出前后台来，咱们都有办法。啊，做比成样，比划一下就是了嘛。那也唱不了。怎么呢？那也唱不了，因为我出门啊，出门的时候比较匆忙，我没有带着装过。所以说，哎呀，这个点人家关门了呀。啊，再一个你还有气儿呢，你救活一会儿。不是你不明白，嗯，装过就是你们的行话，管那叫兽医。那我没说错呀。还是死了呗？不是，就舞台上穿的花花绿绿的，你穿这个烧也行，完事看不出来。不是，中间绣一大煎饼，然后有鸵鸟啊、皮皮虾呀、啊，哎呀，大鱼呀、啊、跳蚤啊，好，外国鸡这是啊，就那个。您说是唱戏的衣服是吧？啊，对呀、啊，那可不叫寿衣，那叫行头。我说行头，我怕你不懂。啊，我不懂。嗯，我明白这会儿时候你母亲还没结婚呢。爸爸您说什么呢？说唱戏的事吗？来吧。好了吗？这那没有服装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我觉得作比成样就可以啊，就穿这个就行，分出男角女角来就不错。那怎么区分呢？哟，这还真是个事儿了啊。您现在是个男的，但是我马上我一会儿也是，我马上就要成为女的了是吧？我化个妆吧。那现改刀可来不及。我化个妆吧。你上哪儿化妆？你等等呢。我等不了。你别走了啊，你别死了就行啊。要了亲命了吗？这不是啊，啊！哎，没等唱，他回来了啊！你这是把哪个孩子的戒指拿来了？这是啊！要了亲命了！来，谁把这端走？你别走啊！你别死了！嘿，这色儿，建国三十多年来都见不着了。我告诉你们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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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一般用完了之后得洗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这是孩子用那戒指，我看。说什么？听不见了哈，儿子。哦。哎，就这样吧，我带你找黑猫警长去。哼，一只耳啊。怎么呢？挺好的，把那边也治治吗？好吧。哎，你就这样了啊。嘿。好。等等等等等等。这姿势比划的是真好看。谁二谁知道啊？好，这边等你了，看见了，来，都参观参观吧，啊，看看吧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差不多了差不多了，别嫌丢人啊，抬头，哎，挺好，嗯，好了，这就差不多了是吧？他说什么？他说我是芙蓉姐姐，啊，芙蓉姐夫，你可配。你们老两口子这儿碰见了啊？咱们把桌子搭一搭，分出前后台来。
分出前后台来。桌子前面为前台，桌子后边为后台。好，好吗？好，来，谁搭呢？你来。行。咱俩来吧。我这桌子怎么坐的？这是啊。我们还需要一把椅子。需要一把椅子？在哪儿的椅子？那怎么着？谁去搬呢？哎，我去搬去吧。合适吗？不合适，你去吧。我去搬去是吧？我去搬吧。我来吧。我来吧。我去吧。那你去吧。这都我发明的，你是。哦，搬个小椅子来啊。行吧，这个行，可以了啊。就拿这个。好极了啊。唱戏吗？来吧，咱们就开始吧。现在开始。现在开始。这儿就是上场门的九龙口。好，好吗？好，这头一场是你先上。嗯啊，嗯嗯，你是唱搭调。哎，来吧。啊，唱什么搭调？搭调啊，搭调。这有买的你就弄走吧，真的。是不是你让我唱搭调的？你逮着理了。怎么着呢？搭调不让你跟这上调啊，你得唱丁山儿该来了啊。老词儿啊？就是老词儿吗？从这儿唱啊？你以为打开天辟地来呢？嗨，嗨什么嗨啊？丁山儿该来了，丁山儿该来了，丁山儿回了村了，这不像话，这个你不像话，你这是河北梆子呀？那怎么着呢？挺像河南大平调似的啊。河北梆子搭调吗？你不会呀？啊啊，谁不会呀？不是很简单吗？不是这么唱不行吗？这么唱不是特别合适。那怎么着呢？啊，这是很简单。这你给我们来一个。不是，怎么还得我来一个？你来给我们听听。不是，这很简单的河北梆子旦角的大调吗？嗯，丁山儿啊该来了啊，就这个吗？好听吗？比你那好听。您这有韵。哦，你那不韵呐？那你瞧瞧去吧。要死了你这是！让各位瞧瞧，让各位评评理啊！怎么了？我捯饬的这么漂亮，这么紫密，这俩字你会写吗？你还没说有狗狗有丢丢呢，还紫密？你拿这挡着我笑话吗？哎呦，糊涂！嗯，这不唱戏吗？这边叫出将，这边叫入相，这边叫小边，这边叫大边，这边是上场门，这边是下场门。下场门咱没有，做比成样，我拿这挡着你，这好比啊就是门口那门帘儿。哦，这是门帘子呀。您睡醒了，你以为呢？嗨，我挡着是门帘子呢。对对对对，竹帘子呀。怎么呢？行行行，凑合吧。准备好了吗？来吧。好家伙，真费劲。丁山儿啊，歇我呀，我就没带铁的就完了。怎么了我又？不是你这手干嘛呢？你讲不讲理？我怎么不讲理了？我问你，嗯，你这是什么呀？这是门帘子。我扶点门框。走。你们家肉门框。唱不唱？唱。过。
说啊，抬抬抬抬个领抬领领抬，大气大抬，当里个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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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个冷当里个冷的当，个冷当里个里个里个当。还打狗的了是怎么着？里个里个当，个啷当里当，里个里个当。回去，回去，唱，唱呢？要了亲命了，这唱呢？唱戏呀、啊，该我唱了。废话，咱对的词儿吧。我都没听说过，怎么唱一半对词儿啊？对词，你师傅跟我师傅教的不一样。你师傅黑社会的，我师傅没了，跟我师傅叫的不一样。那对词吧，这个词头意他这个不是这最水的词儿，最普通的词儿，就这几句老词儿，有什么可对的？什么词儿呢？我头一句这个词儿是我的儿分河湾前去打雁，现背呢是吗？这是第一句，对呀、啊。这个第二句跟头一句它不一样吧？多新鲜呐！第二句这个词儿，天到了这般时，不见回还，好记性。这个第三句这个词儿不好。哦。第三句词儿应该是计划生育真是好。这这这这这。他老说不好听。这胡说八道，不像人话啊！不好听。讲生儿坐之在窑门以外呀、啊。完了。怎么呢？得亏对的吧？怎么了？您这是第四句啊？第三句。第四句。第三句。第四句。第三句。四句是？哎，一句不会啊！啊？第四句什么词？等我儿他回来，好把饭餐呢。这个餐是？吃啊。吃餐。一样啊。来，明白了吗？开始。当里个啷，当里个儿当，个啷当里个儿啷滴当，个啷当里个儿里个里个儿当。我的儿饭盒。钱呐、啊，去打雁，弄死你都不多。天到了这般时，不见回还，将身儿我坐之在摇了门那一里。哎喂，外边热。废话。热也得出去等人呢。摇了门那一外，等我的儿他回来，好把饭安吃。吃这餐，你不是吃餐一样吗？那就得说餐。依你啊，依着我干嘛呀？吃西餐。哎呀，这个馋娘们儿，这是。哎，该我了，打家伙嘛。缺德弦真难张嘴，我告诉你们，当还带着电锯呢啊！一个里个啷，当里个啷，当里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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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一当里个啷，当里个啷，当里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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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一当里个啷，当里个啷，当里个里个。当什么当？怎么了你？你这作死了你这？你说于谦的吗？什么话就叫？我这一劲儿跟你比划，差不多差不多了。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告诉你，过门可以掐住了。可以掐住了？你以为？我以为让我拉七回呢。我拉七回，你可一宿没睡觉啊？啊，该吃点药了你啊！来，里根里根的，一马二里。汾河湾含羞带愧心思见错，学人贵尊是
短剑吊灵剑，舍万痛恩命然黄泉，正催呀马来仍目看。见你大嫂坐摇前，前影好像刘世女，后影好像刘云欢，帅灯帘下了马。见了大嫂里打个仙，大嫂亲来见礼呀。讨厌，出来这么一句，这是啊。当里当当里边当里当当里边当里当，大嫂亲来见礼呀。讨厌。这娘们认生。大嫂亲来见礼呀。讨厌。歇我六回了，我都恨的是没歇死你。怎么了？说话我这跟你见礼呢，你不识茬，你跟这美什么呢？什么词儿？等老主公呢是怎么你这啊？啊，你得说话。什么词儿？还你不会啊？谁不会啊？啊，忘却了。哎呀，还礼还礼，这一军爷放着道路不走，失礼为何呀？老词儿啊，老词儿不告诉你得知道啊。来呀，大嫂亲来见礼呀。啊，还礼了还礼了，这位军爷放着道路不走，失礼为何你？我们这个帮子团有河南人啊。打听一人大嫂脱衬真相，有名的不知，无名的不晓啊。一个都不认识啊。有名的便知，无名的不晓啊。有名的便知，无名的不晓啊。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，但不知君爷问的是哪一家你。就是那刘银花。要下蛋啊！你问那刘银幻魔，真的是他洗澡去了。去你的吧！